好，新竹棒球场的缺失连环爆，负责承包营造的巨佳公司坦言了，当然这个大工程难免会出现一点缺失。好，不过新竹市长高虹安怒吼，林志坚为何可以让业者轻易做过关呢？同时呢，他展现的是推卸责任的态度。至于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也说了，从2021年12月份的施工照片就可以看到，人在做，人在看。到底是不是变成了废土掩埋场？他喊话新竹市政府应该要好好查。新竹棒球场工程连环爆，球场惊人演化照也曝光。点开搜寻引擎，从2021年10月处处都有宝，12月外野区也有土堆、植物、垃圾等废弃物堆在场内。2022年1月就看不到杂物，隔一个月竟然全部都平了。既然这些土不应该在这个棒球场的工地内发现的话，那是不是应该解释清楚这些的去向跟流向？到底这些废土也好，或者说整个整地的过程有没有符合他们合约的规范？有图有真相，价值12亿却沦为废土掩埋场。前市长林志坚过去强调自己亲自监工，脸书粉专也真找到视察棒球场画面。林志坚戴着工地安全帽，手撑着椅背摆出 pose， 还以为是去外拍。确实，他很喜欢戴着这个工地的安全帽，然后呢，到这些工地啊，到这些公共建设去摆拍，去外拍。那林志坚前市长也提到说，他8年来都亲自监工，那到底土方是堆了什么东西进去？你在亲自监工的过程有没有曾经尝试的去了解过？那前市府的团队在这过程当中为何又让厂商可以轻易过关？市府督导不力，承包营造的巨佳营造公司也只说大工程难免有疏失。不过巨佳营造被踢爆，曾两度因为偷工减料遭判刑，却还陆续承包政府标案，以桃园市跟新竹市为主，更经常拿下新竹市的工程，手法都是不断追加预算与统包工程。现在目前市府付出去的款项已经高达11亿7千万。等于是说，付款的这个比例已经高达97%。我想这样的态度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。小智美学把烂泥废土当成宝，过去亲自监工，如今丢包烂尾球场，就等待剪掉好好查，还给市民真相。记者郭向云轩台北新竹报道。好，我们这些新闻持续双开当中哦。聊天室当中，我有看到路过的 Lear Wang 说，亲自监工而验收标的出现的重大弊案，应该要视同渎职。好，当然邀请大家，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来我们子评报道，冲一波线上的观看人数了。好，当然进一步就要来看到，当然这个施工的巨佳营造的董事长，其实在前天有说，球场真的有这么差吗？高虹安这回把炮口对准了林志坚。他认为巨佳营造一定是有责任的，但是前市府竟然让厂商轻易的过关，而且已经付了11.7亿的这个高额工程款，林志坚展现出的卸责态度真的是让人没有办法接受。不过林志坚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他曾经号称是5星级的市长，不过现在随着棒球场被挖出了废电线还有砖块之后，5星级的市长经不起检验。桃园市议员黄进平就说，要拿5星市长其实并不困难，只要跟平面媒体买广告就可以了。好，此话一出，网友立刻狂刷一排不意外，痛批棒球场的坑就是贪污渎职。当然，5星市长根本就是国王的新衣。只不过这个棒球场的争议越滚越大，近期也传出绿营的党内人士有意要跟林志坚切割了。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也说，民进党目前都还在保护林志坚，炮火反倒是对准了点出问题的民进党立委高嘉瑜。还有谁？我操！太好了！你刚刚说5星级怎么来的？可以继续跟他们几个这个主要的平面媒体买预算，买他们的广告、自录性行销，然后他还也对方也很不客气的讲啊，新竹市我们之前也是这样合作的，然后会有一些5星、4星、3星的县市，你只要有买我们的广告，几乎都是5颗星。星级市长被这样抹，民进党支持者站出，早就知道的事情啦。有钱你也是5星，林志坚的新衣给你5星废物的享受。那林志坚就讲说不会，因为呢他叫做全程这个监造工程哦，像他脸书一看，哎，他就是自己戴一个工程帽啊，然后呢这边拍沙龙照，他的监造有任何作用吗？没有，他其实就是门神了，挡住他背后棒球场底下的废弃物的掩埋。棒球场的证据看起来比账本更扎实，棒球场就是贪污渎职啊。
监工程这样笑死，亲自埋下废弃物吗？小智瑟瑟发抖，土城探监做事做成这样，难怪论文也是找枪手。民进党到现在，他们只敢把这个炮弹对准自己党内的高嘉瑜啊，就是点出民进党问题的人是会被打的嘛。可是呢，哈，这个制造民进党真正问题的人是被保护的，林智坚还是先前大家所说的五星市长、欸。那你拿五星市长拿这么久，你这个殊荣哈，对得起对得起大家吗？是非可以这样颠倒的回力镖来哦。慢慢报看谁血流成河，小智继续败票，整个球场翻开吧，超好奇埋多少火锅料。好，新竹棒球场现在爆出一系列的问题了， YouTuber 网红大森林之间，这才是高段的空手道白狼，本来还想要再靠这个球场再赚一个市长，因此他提到了台湾人真的很可怜呢，一直就这么被骗，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出这个回圈呢？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，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旺旺推出的这个梦梦水，睡前三十分钟喝上一包，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。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，这个地方有我们 QR code，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， 要请大家多多支持。